嗨，大家好，我是大叔。大叔今天要来开箱哦。大叔，这礼拜都在出差哦，所以呢，这个早上哦，昨天送都没办法送，家里没有人，然后早上才去领回来的好东西。那为什么一定要开欸？这个哦，非常特殊哦，我相信目前在台湾应该是还没有几只哦。哦，这个就是这个 Clean Studio 跟这个。Metallurgy，还有嘞，台湾的设计师，Heavenly，哦，共同设计的谁嘞？TGIF，TGIF 是什么嘞？Thanks God, it's Friday，感谢老天，今天是礼拜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取了这个名字哦，反正它是一个系列啊，哦，可能是这个 Heavenly。Heavenly 哦，它的这个设计理念哦。那我们现在就先把它打开，好，等下再跟各位介绍。OK，好，预备，开始。哇，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箱子哦，非常的漂亮啊！到时候还没打开，只是把箱从那个运输箱拿出来。这个箱子要介绍一下哦。对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盒里面的这个主角哦，TGIF 的 Number One 哦，它是基本上它是一个生化机器人哦，生化机器人，然后很性感、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呢，这下面有它的 logo 哦，Clean Studio Metallurgy，然后那个 Ivan 哦，然后 OK。这是正面，旁边哦，这边有 TGIF，OK，哎，后面也是一样哦，TGIF Number One，然后还有它的 logo，好，非常漂亮的盒子啊，因为刚刚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它这个每个角都有用这个护脚、哦、保护起来，好、哦，这个八角魔人你不用担心哦，会撞到脚哦，因为这个盒子很漂亮，那撞到就可惜了，所以它就。有用这个所有的角都保护起来，非常做得非常的好啊、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OK，来啊，大叔回来了。好，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 TGIF Number One 好、哦，把它组装起来了。哦，是不是很漂亮？哦，好，那
大叔刚查了很久，他叫什么名字？总不能一直叫他 number one 吧？他查了半天还真的查不到，还官网上也找不到。然后大叔发现了，对啊，他其实他就写在这里嘛，他不是叫西瓜吗？对啊，为什么？为什么？好像官网也没有特别强调说他叫什么名字，然后一直叫他 number one number one， 所以都不知道他名字。OK， 好，大叔查出来，他叫 Sira。OK， 好，那这个 Sira 是这个这个 Evan 这个 Evan Lee 这个台湾的设计师啊，他所画出来的一个生化机器人。他的画风啊都是这个性感美少女机器人。生化人，生化人，他就是可能是半人半机器的这样子的一个架构。然后呢，这个当初开定的时候，不是开定，就是他发这个 TGIF 系列的时候，他有总共有出了三张这个概念图。这三张概念图每一只都非常的，每一个角色都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性感。然后呢，他都有他独特的那个感觉。然后这个最厉害的是这个 Queen Studio， 他竟然把它立体化了啊！把它立体化之后没关系，原本画这个 2D 画风里面的这个性感度以外呢，他把这个机械的风格也全部都表现得非常的好这个真的是蛮厉害的。好，然后这一只呢，它是这个三分之一比例啊，刚本来箱子这么小一个啊，大叔一直想说，不是三分一吗？三分一应该不会这么小一个，因为现在那个雕像都做得特别大了然后这一只是三分一啊，我们现在拿出来就看得到。我们来量一下它的尺寸好了。OK， 它的总高是大概48、49公分啊，不含底座的话，大概是49公分。那原本我们这个如果是四分一啊，应该都是30几公分啊，它的比较高一点三分之一的然后呢，它给人家感觉它的整体的比例就比那个四分之一的更有震撼力了，就比较大一点好，底座底座蛮小的，16公分，大概应该是一个正方16公分，对。其实现在的雕像很多都是做底座做特别大，然后主角做的小小的所以那个箱子都搞得很大我今天去领货的时候也是说怎么那么小一只，会不会拿错了但是没有错，他是有真的有做出来好，那我们就先废话不多说了，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一下这个漂亮的这个 Sira。 OK， 好，那预备 GO。
叔回来了。好，我们刚刚也静静的欣赏过，有没有？大叔，我跟你讲哦，他不只是这个脸部的表情，哦，非常做的非常的性感哦，他这样跳唇啊，不要，大叔不会做，大叔做你可能会吐出来，哦，反正非常的性感，哦，那咬着那个娇唇的感觉，然后呢，他身上的肌肤啊，他的涂装也是做的很好，哦，好像那个吹弹可破的那个肌肤哦，因为他是人造皮，哦，不要误会，因为他是机器人，哦。那真做的真的涂装涂起来真的是蛮不错的啊！之前大叔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些图片，就是一些玩家他们先拿到，他们有照相。我看到那个白肤怎么皮肤怎么白成那样子，吓我一跳。我以为这个 QS 他们在发大货的时候跟那个 sample 做出来不大一样啊。后来还好，大叔拿到手之后，我发现应该是那个玩家他照相的时候。那个曝光曝太多，所以看起来很白。啊，其实我们实体上看起来并不会很白，哦，非常的反正蛮不错那个肌肤感啊，肌肤感看起来很好。好，然后刚我们装电池对不对？各位看到这里有灯哈，刚没有介绍，这里有灯，好，这个灯，然后这个灯在它这个头后面，在这里有个开关。这个开关我按下去就灯就不见了，啊，这边再按一下就会亮起来。好，我转过来各位看，我不知道荧幕上应该也是看得到。好，我把它按掉，好，这样就关掉了，这样一次就打开了。好，然后各位要记得啊，那个是 LR44 的纽扣电池，哈，1.5伏特的两颗。好，刚大叔还找不到，啊，其实它里面有一张小纸啊，很小的纸，大概这么小而已。啊，在包装里面啊，你没有注意看，可能就没有注意到啊。所以呢，刚大叔突然找到那个小纸，才知道要装什么电池。好，哦，这个有买的玩家啊，到时候开箱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好，哦，好，今天非常高兴来跟各位分享这个Queen Studio 跟 Mary Logic 还有这个 Ivan Lee， 好，哦，这个台湾设计师 Ivan Lee 一起合作的，好，哦，TGF 啊，No.1， 好，哦，我们期待了他的。还有他后面还有二号、三号，哇，非常的性感。好，哦，这个，那 TGF 叫做Thanks God It's Friday， 好，哦，，OK， 好，那周末啊，哦，今天是周末，来祝大家周末愉快。好，各位有空继续收看我们疯狂大叔玩具开箱的，玩具开箱，哦，，OK， 好。好，那就这样了 ，OK， 拜拜。